马纳达说了，哎，这把是不是精彩了，各位？马纳达索拉，来开盘。我觉得索拉开大，但是这是打美服啊，所以不好说啊。别说啦，你只是想看大可输而已吧？哎，大可1-0啊，谁说中？谁说中赢了？他们谁说中已经1-0了？大可1-0啊，他们谁说中1-0了？又在唬。90人口打出大可7折人口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太，我好好奇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哇，这个人全部都是7耶，7777，哎，这个玛纳全部都是7耶，哈哈，7777777，可以哦。这个50，讲道理 ，Sola 进攻跟防守应该到10才对，操作应该要再高，应该到9才对，我觉得啦。心态五，你不要这么诚实好吗？还好啊 ，Sola 心态也不算很差。只是上限就在那边了，没有办法。他心态，我觉得他心态其实也没有很差。你们看，你们看阿勇对面的人，你们看阿勇对面的 ID， 你们看阿勇的对，你们看阿勇对面的 ID， 你们看阿勇收到的人，快点！世界排名在我心中前8是谁啊？现在吗？我看一下哈，马路、克莱姆、洛格。看大哥现在有点废 ，Daryl、雷诺，这样5个了。神族 ，Trap、Best、Nice。在我心目中的世界前八、啊。什么中 ？Nice，OK，Nice，OK， 世界前八就这八个了。是不是很奇怪的东西？你可以不要说人家是东西吗？你可以不要讲的这么过分吗？什么东西？他为什么这么久？
我们还没开始。Nice number one， 那当然。马纳年纪也挺大的了。如果阿勇没技术打输阿勇，你会笑他吗？不会啊。阿勇打输了，我就会笑他。好、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两千大气啊，玛纳打索拉。干张图，其实我不太喜欢打。我这张图，那个外太空那个先知挂在那边，真的是有够智障啊。话说阿勇没技术怎么来的？你去问，你去问阿勇没技术本人啊！你问我干嘛呢？玛纳是一位怎样的选手？你就把他想成神族版的 Rex 好了，没有特色，稳扎稳打，老了不够强，上限就那样了。但是他玩的是神族，所以还有一点希望。主播他说不是毒龙狗吗？不要讲出来、欸，你讲出来全世界都知道了。打平阿玛尼，运气好啊，运气好。玛纳自从奥斯汀之后就没有好成绩了吧？啊，没有啊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奥斯汀的时候，他在那个。小组赛的时候赢了一个选手啊，还有福星加成，你们知道吗？马纳那一次奥斯丁啊，他有福星加成啊，他赢了一个很厉害的选手。啊，是谁我就不知道，你们自己去查。我们看 Sola 怎么把玛纳爬死吧，看他是用哪一种爬、啊，看他是用哪一种爬、啊，总有一种方法可以爬死神族的。Nice 擅长的绝招是啥 ？Nice。他的绝招就是 nice， 上来打一波 nice micro，nice 操作，懂吗？上来打一波哦 nice， 这一波操作相当的 nice， 这个虚空 nice， 这个先知 nice。
哎、欸，大家可要哎、欸，靠背啊！所以开始比分反了，宋现在1-0哎，靠腰哦。抱歉，刚刚骂那个上来说1-0的那个人，抱歉我错了，的确是宋1-0啊，是那个主办方在雷啊。哦，马纳做功课哦，他找到索拉的王虫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王虫啊，是索拉打神族，他每一把他都一定会在这个地方放一个王虫啊。他打神族，他每一把都会做这件事情啊。但是他打到现在的比赛，从来没有一个神族去做那个细节，就是虚空正面循环去寻右边这个地方啊，没有一个神族去做这个细节啊。终于有一天，我们看到了马纳做出了这个细节，甚感欣慰。哦，暴风剑！你看这张图多智障。哎、欸，看到了，看到暴风剑了。主播，你可以看一下阿勇牌吗？怎么了吗？阿勇要赢了不是吗？靠腰啊，那个二矿是怎样？干，拉什么没品哎、欸？输了还不退一退？第四好强哦！每个都在学啊！这招是你发明的吗？这招又是你发明的，是不是？垃圾风暴可以干嘛？可以杀工兵。他一下一个小朋友啊，很厉害吧？是不是很厉害？学到了吗？神作一半招自己发明的，是这样吗？太优秀了，另外一半是 CS 的发明的，干真的、欸，哎，工兵杀太少了啦，他只杀了4个工兵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绕暴风绕进屁股后面了，干，哎、欸，杀不止哎、欸，不止4个、欸，这个杀6个，另外一边杀4个，还是怎样？一共杀几个？哎、欸，要 recall 了，大哥，符号出来喽！哇，他回不 了, 了，他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了。6，他刚那个是几个？放杀杀十几个是不是？13、14个。可是他掉了一台。啊！我十几条飞龙那么贵，让我杀一点工兵，错不行吗？几百？哎、欸，干嘛干嘛？这腐化发疯了！哎、欸，玛娜又多下了2个 VS， 我喜欢。哎呀，他就应该去看我的视频，对不对？转什么 VB？VB 都不用转啊。就好好的学老鸭，虚空开一开，然后按五个航母，然后后面对等二攻，直接 A 出去 ，A 出去平 A 过去 ，A 出去，然后后面全部去虚空，就散满，就他妈不要上来定加物中间发大的，他妈基本上都会赢好吗？
你就找一个爆炸塔少一点的地方。他这虚空开得不好啊，还没有再升二宫，哎呀，他还没有再升二宫，想输是不是啊？哦，再升了，哎呀，他丢核弹了，哦哇哦，他把自己炸没了，靠腰哦。二零三角，安花不整珍珠啊！我随便嘴嘴啦。我现在就是最强的键盘宗师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我有那个啊，实质的那个证明啊，证明我说的是对的、啊。珍珠他妈的，就是英霸、啊。对他那些嘴中都是没有实质证明的、啊。我他妈现在是一个打赢七千分啊！对不对？不然你们这些神族去用虫族打一个七千分的神族来看看啊！真的，哦，马纳奥打一个带白球的一攻，带白球的一波，带白球的一波，但索拉已经在变大龙了，而且还有感染，还有飞蟒，还有腐化，好啦兄弟，韩服有一个黄姓选手。对，这个四光一波打的比你好多啦。现在玛纳唯一的机会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在家里粪坑，他不要出门，那还有点机会。现在玛纳唯一的机会啊，就是在家里去开五矿，光爆电池，一直下，一直下，一直下，有点机会啊。他如果现在出门就想输啊。这个局面从桌正面已经。比神族强太多了，神族现在这个正面如果没有在光爆电池里面打，神族很难打赢的。ID 换成 Trap， 那已经输了。有有有。他看起来应该是要归在家里了，妈！但我真的觉得空军配闪电就好，为什么要配猎弓球啊？我觉得配猎弓球其实没啥意义啊，除非那个、啊、对方的感染真的超级多，我觉得才有点意义，不然我觉得没啥意义。就他感染很明显就是多到要一直来嘟你的，那我觉得出个两颗球去炸他感染中，还说得过去，不然我觉得。出猎光球根本没啥用，对方慢慢爬过来，哎，虚空够多，加光爆电子绝对守得住，好吗？无数次的证明给大家看哦，你虚空只要够多，你他妈不中火怎么可能输啊？你要讲，我觉得反而这种纯虚空的打法反而比较怕那个。如果你说是后虫带赤蛇狗毒豹爬过来的，我觉得虚空很多的反而比较难守。我剩下的我觉得虚空都应该都能纯虚空，应该几乎什么都能守。除非那个就 Cero 那天打的那个赤蛇毒豹带后虫那个一波，纯虚空的确是超级难守，我自己觉得。可以先睡了吧？可以啊，粪坑粪起来、欸。但这张图如果进入到这个局面，还是虫族优势啊！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
神族开了五矿嘛，他六矿开不出来的。这个画面神族六矿是开不出来的、啊。阿木解感染，看情况吧，看两边的操作吧。如果他感染真的多到把你航母全嘟了怎么办？一定有那种画面的、啊。这我跟你讲，现在这个时候就是索拉进攻的时间了。索拉矿现在比玛纳多嘛，他就把这个包子塔跑到玛纳脸上，开始跟玛纳一直换就好了，根本不怕的。因为现在索拉经济好太多了。哇，他有在升远程的功哎、欸，这枚我自己觉得不用升。其实上厕所回来都不会输，浮夸了吧？现在就包子塔往前插，往前插就好了，往前插，然后开始跟神族做交换，只要换到东西都是赚的、啊。因为索拉经济太好，哎、欸，他该不会回来吧？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完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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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进入慢四十。他这样子就要进入慢性死亡的节奏了。对，出雷兽就是打多线跟解圣堂，还有解狂战士之类的。哎、欸，定家屋，定家屋，定家屋！哇，虚空没了、欸，哈哈哈！马纳一波多线。打出了20人口的差距，他虚空还全部都跟残废没两样，但这波有一波虚空绕家，哎呀，上了啦！这正面打不可能打输哦，啊，神族都是地面哎、欸，大哥，没了啦，不要怕，算了，他在打比赛，是我也不 A， 我还优势呢，我干嘛 A 呢？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啊！西巴路吗？不会吧？他按了16个感染虫啊！哎、欸，想输啊！他取消了八个，他应该是取消了八个，应该取消了八个。不会吧？这个局面你都能输？这样都能输？哎，这场输我不能帮他辩护啊！这场输绝对是虫族自己的问题啊！没事没事，买活了买活了，再打十分钟啊！再打十分钟，大家不要慌，再打十分钟啊！看这白球太多了吧！嗯，感染虫有用，感染虫有用了。好好，神珠可以，神珠又送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神珠这个时候啊，神珠还不一定赢啊。神珠太多垃圾兵了，你们知道，他把兵全部拿去刷垃圾了。这些白球追猎全部都是垃圾啊。他怎么没有 OB？ 混乱之中被包子塔打掉了吧？哇，他追猎还在这个地方，好了好了，神族空间太少了啦！他怎么看起来是想粪坑又不坚决一点的感觉？他没打三层吗？不会不会，
五分钟之内结束，好吧？计时开始，计时开始哦，五分钟之内啊。哎哎哎，不是吧？哎、欸，哦，定他，到底是冲完小？我们现在很忙啊，很忙，你们不懂啊。有人看追猎送完了，好，城主现在在转航母，巨型垃圾。啊，他刚16个感染虫，他要取消掉8个啦，他取消掉蛮多个的。陈总赢了，有吗？不好说吧。陈总送一波，陈总也会输啊。但我觉得虫族送一波的几率好像大一点。快点去干他！对啊。把这边拆一拆，早点拆一拆不是很好吗？然后右边全部矿都开起来了，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推推神族上面那个地方啊。重做比较好吧？干嘛的？是不是有人来爆雷？欠编是不是？他打雷兽啊！你看这一只雷兽多么的威武！哎呀，虚空要控很难。大哥是不是要输了？我这航母好多、哦。等等等等。从中对攻会不太是不太够啊，好像神族赢了、欸、从中上面好像没有防空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在打了啦 ，OB 在干嘛、啊欸？我再问你一次，哇，他这边没防空，定家物没啥毛用。对啊，其实符号够多的话可以打，但他符号没有很多。哎、欸，你大哥，你符号很少啊，不要这样上。他怎么在刷白球啊？我天啊！定了，定了，定了。哎、欸，嗯，我怎么感觉嘟他比较好、啊？嘟他。哎、欸，他的斧号在打小飞机，哎呦，赢了吧？有ping很难操作，你们不要唧唧歪歪。等呢？大型垃圾，哎，麻辣太菜了，肯定是麻辣太菜了，各位。妈，摔的白桥跟追猎者到底是怎样啊？有没有23分钟43秒？是不是五分钟之内？他该不会真的24分钟打 GG 吧？干我好强哦！哦，我怎么那么强？哎、欸，真的5分钟哎、欸！我干我好强哦！
专业主播啊，太专业了，各位。不好意思，我看到了未来啊。白胶干嘛打小虫？应该是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其实那个局面，同桌有大龙的情况下，我是非常非常不建议你去出白球的，一点用都没有。白球没有啊，没有用的啊，你相信我。那局面就是陈空军带闪电绝对是最强的。你怕闪电被大龙摸掉，你就把它放在灵境里面，或是你做个妈妈球，绝对都比那几颗球还有用啊。执政官克制腐化，看情况的。如果打到那种局面，其实带白球，我自己觉得用意义不大。不然你白球大龙摸两下就没了。腐化其实你就用你的闪电限制腐化走位就好了。为什么他会发光？因为他没输过，他还在连胜状态。一直赢就会帮你上色。对，他这个是最高形态的那个啦。我怎么没有开帅帅的视讯？没有洗头啊！而且播战队赛开什么视讯啊？两三颗没有用的啊！你们相信我。你要嘛就有一些是打一波 timing 的，纯白球带航母躺过去。打虫族解决不了那个白球跟那个航母的时间点，但如果真的打到刚刚那个局面，白球刷白球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，真的、啊，你们相信我啊！他妈虫族有地面有雷兽有狗有大龙，你做白球到底可以干嘛 ？DVP 有一波的好方法，后虫爬过去啊，蟑螂后虫爬过去。腐化蟑螂后虫爬过去，腐化飞龙蟑螂后虫爬过去，大概是这几种，看你选择哪一种。日海航母不用海航母啊，海虚空哦。他刚有一波不是快差点打穿了吗？他那一波只要后面去的是虚空，虫族就嗝屁了。虫族要解决航母跟虚空，就是感染虫加你飞蟒一定要有能量，你知道吗？你飞蟒没有能量，虫族那个正面是不可能打得赢你那个海虚空的，绝对打不赢的。如果你确定虫族飞蟒没能量了，你后面虚空接上来，虫族是不可能打得赢的，真的完全不可能打得赢的。
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神族都不做这件事情。哪位 Z 选手是爬到虫著名的吗？有啊，你画面上看到的这个，还有蓝波，这个跟蓝波啊，欧美蓝波，韩国这个。雷诺，雷诺其实爬，他不是特别爱爬。有什么细节点吗？没有啊。你要拉一支工兵，假装你去开山矿啦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然后祈祷对面是个傻逼，不去侦查你到底有没有开山矿啊？啊，隔壁还在打哦。哇，这他妈画面也太精彩了吧！啊，虫族输了，不用24分钟啊，虫族输了。妈，等一下，有四头牛，可是天上有三台航母，我感觉打得太激烈了吧。我跟你讲，索拉绝对是爬的代表。好，2VS 虚空，这么赢了，这么赢了。哎呀，那这样中已经连续3次打赢大可了，对不对？超级赛，然后这个 NEXT 打赢了2次。他现在你啊！他现在你为什么不放上面？没办法，大可连我都输了，输个这种合情合理吧。啊，没有没有，我那天打赢的不是大可，我讲错了，我讲错了，我打赢的不是大可，我打赢的不是大可。我打赢的不是大哥，误会误会，真的怪怪的，没有啊，他其实一直以来打法都是那样子啊，只是以前可能拳头够大，或是别人还太菜了，所以别人打不过他，你们知道吗？其他以前的打法，我就觉得他的打法其实是很不合理的，但是他会赢，你们懂吗？他以前其实是这样子，现在可能是日子久了，时间久了，所以。露出了真面目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其他以前的打法我就觉得很不合理，但他可以一直赢，这就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。啊，开虚空，怎么走这个地方啊？想进赛祖堡吗？哦，好像可以赛道哦，后虫师不在。哦，有一个，两个，不止哦，好像很多个。OP 在干嘛啊？不让我们看到了几个后虫在跟那个虚空决斗。嗯。哦，4VS 出虚空，看他理解就是4VS 虚空转 VRVB 啊，对面出飞糖了，他只要知道对方是飞糖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虚空是不怕飞糖的，他只要知道啊。但他要知道，你们知道吗？他必须要知道。我马他这个是不是在防 Sora 爬？他这两把流程怎么感觉？他这个流程是不是其实很克蟑螂爬过来的打法？蟑螂后虫爬过来的打法？
来了来了，两个三个，哇，其实还好，不够多不够多。干，你看我做了15条飞糖，他妈1500气，让我杀个几只工兵错了吗？你看，虚空不怕飞糖的、啊、各位，虚空不怕飞糖的。提速虚空飞了这么的快，对不对？打虚空还要靠斥责吗？不，斥责就是个垃圾。你需要有腐化感染带飞蟒哦。哎，我只能说啊，玛娜还没有我 Nice 开飞机开的一半好啊。话说以前感染还在打赢现在虚空吗？肯定打得赢的，说啥呢？那个弹打空军就是无敌的，你们知道吗？马路打 Zero， 我们看 Zero 怎么解马路的机械化。是有多痛我不知道，然后那个弹整个属性 counter 就是 counter 空军啊，然后他又可以丢超级多出来，你懂吗？光是以前的机枪成竹就有点难打，后来变成完全对空超级强的时候就更难打。无视攻防，他射出来的是魔法伤害啊，没有办法。他后来有改回去吗？其实我有点忘记了。直接把他打。我是说，他们发现无视攻防之后，有没有改回去？哎，我先睡一下啊。我今天目标是12点要睡觉，希望他们早点打完吧。没问题，这把打50分钟。哎呦，哎，这波很强哦，有吗？马上这波，他终于打出他想要的东西了。会赢，会赢，神族赢了，神族赢了。哎，他怎么可以被定加五？算了算了，航母够胖，大家不要慌，航母够胖。17条腐化，后面接虚空啊，马纳，他怎么在按圣堂啊？快点啊，接虚空出来啊！跟他虚空还一次全部都开出了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大哥！大哥，你没有虚空没有出，人家腐化就不怕你啦。哎、欸，哦，还好还好，这几把闪电救命啊！
真的没事吗？我觉得扛住嘞、欸。哎、欸，后冲后冲啊！我觉得扛住嘞、欸。你们会不会看这个游戏啊？我觉得扛住啦、啊。真的烂，真的烂。他绝对不知道要怎么样让他这波打得更好啊！你们相信我，就后面全部接虚空就好了。他四个 VS， 你知道那个虚空过来比他在家里存圣能走过来要快吗？现在谁更优？现在重组肯定优啊。妈，哎，好像不好说，不好说，重组只有四片矿而已。哎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是吗？我觉得神族还是好吧，神族还是比较好吧。神族把他钱花完再打一波，重组不一定扛得住哎。重组其实很穷呢，神族还是比较好啊。没有，我刚以为索拉有五片矿哦。神族比较好，神族比较好。按虚空啊，大哥！拜托你不要再刷白球喽！拜托你，拜托你不要再刷白球了。也可以，纯航母带白球，好像也可以。妈，阿贝狂战。他们就没有搞清楚一个事情啊！他妈的，我们的飞蟒出来要能放炸弹是需要吸一段时间的、啊。按了，可以可以可以 ，Go Go Go， 就这一波了，就是这一波，干死他！哎呦，虫族打不过这小飞机，虫族要包夹，虫族在骗自己。定！哦，啊，他怎么 recall 了？好，哎呀，还是要 big mother ship 啊，各位。完蛋了，虫族归起来了，虫族归起来了，各位，他这一把闪电带在灵境里面，他听到我的呼喊了，但我怎么觉得他这个部队看起来跟一坨屎一样啊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这个走位的感觉让我看起来他就是一坨屎啊！哎，闪电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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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上去，干上去！他腐化又在打航母了。
哎呦，开出开出，把矿打了，跑了吧？哎，不跑吗？哎，好像打得赢哦。哇，腐化要续出来了，是时空啊！到底为什么是航母啊？他妈时空做那么快，不是你们这，你们腐化是克航母的吗？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？你知道这件事情吗？腐化是克航母的。哎呀，马大就应该去看一下我的视频，好好学习一下。手还是要输了，因为太劣势啦，太穷了。太穷了。到那，YT 在哪？惊叹号 YT！哎 欸，不会吧？神族这波可以赢了吧？总该赢了吧？总该赢了吧？神族！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！他还在暗航母，他还在暗航母，就好好的试虚空，A 过去不就没了吗？哎呦，天哪！现在关键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哎，关键是这一群虚空打不打得过？还有小眼睛，他把时空全定了，但是甘愿同辈啊，输了，GG。来，海啸。Claim 打 User Mode，Claim 打 Innovation，没什么好赌的。嗯。我不太想开 User Mode 打 Time 嘛，太无聊了。等有那个嘛，claim 打 innovation 的时候，你再提醒我去开那个盘。钱没地方花，有啊，我有个丢水沟的选项，不是吗？25万啊，丢水沟啊，直接丢啊。
为啥优胜墨都要戴帽子？你不要管，还好吧？他也没有很常戴帽子啊。我有个朋友到哪里都在戴帽子啊。分高就会赢，以后比赛就直接让评分高的赢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评分就只是一个客观的判断这个人的实力，但不代表他一定会输。Time 也是 T1 等级的人类选手吗？不，如果 Time 是 T1 等级的话，那马路跟 Claim 就是 T God T0 了 T0 了。要看啊， Time 其实还是蛮强的啊。开搞了，你们看 ，Usher 就没有戴帽子啊？谁说他一直都在戴帽子的？乱讲话。最近这个人打人野掠夺者的战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欸，很常看到，非常常常常常。嗯，为啥用条码名？美服吧，没有差啊。我上个厕所啊，各位，顺便装个水。我们在家里就是要多喝水啊。哇，开矿了，凉凉，GG。希望我回来他还活着。指挥中心升级完毕。
居然还活着！他居然还活着！他怎么还活着？啊，可毙了！这才正常嘛，矿都开了，怎么可能赢嘛？你告诉我。哎呀！哦，天瑞克要赢了吗？没开盘你赌光头王，他的头是锵锵响的吗？他的头是锵锵响还是空空响？那你刚才是不是摇头啊？没办法，他们要赢，他们这一场其实蛮重要的。而且刚马纳跟索拉打成1-1，哼。现在新手玩家还要花时间去玩游乐场小游戏吗？有啊，聊天室很多啊，聊天室很多啊，一群小游戏开发者，聊天室很多。真的？我骗你干嘛？主播不开盘一下，下一把再开啦。这把有什么好开的？哎，居然没有上来又搞，还让我失望了，太让我失望了。你们双方这边是要开搞了，他打这种开局，我就觉得他要搞了。他，我跟你讲，他等下就打，
三死神带两火车，妈！同班是不能评论的。哎呀，同班最喜欢评论了。我们聊天室键盘宗师很多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我最喜欢聊天室键盘宗师了，Twitch GM。妈的，我记得蓝波台有那个贴图，Twitch GM，聊天室 GM，我可以。Guy in chat，你们说的没有错。怎么会打这么烂？是不是该逃打？该逃打棒球？干，你中文可以讲好一点吗？你什么时候要去打 MLB？你打进 MLB 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我们呢。打进 MLB 的时候，记得开台，然后把你的人数 host 给我啊！我们聊天室都靠你了，郑伊健，你看你还是最有我们这边最有希望进 MLB 的啦。哎、欸，我有个朋友，我有朋友很屌哎、好吧，其实我跟他没有很熟，小学同学一起打过球，但他也没有真的打进 MLB 啊，但是他有做一些类似篮球相关的工作，他是谁啦？我不认识啦。而且你 Fortnite 他麦打错了，这就是在国外留学过的人吗？Fortnite，还是说你的 Fortnite 跟那个 Fortnite 不一样？不行，我看到你打错字，我都很想嘴一下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还有那应该的应，他妈我记得你也很常打错。看了头很痛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是盖房工啊？国文体育老师教的，也是啊。外国人拼凑比台湾差的，真的。星海哥现在在星海吗？不，星海哥现在在玩英雄联盟，爸。还是 DOTA 二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哎，坦克城被锁了，坦克城被锁了。哦不，2-0。看来我们必须要靠 innovation 2-0 claim 了，然后再打进大将战，再打一个1-0，3-0 claim。凉凉。
现在已经打完了。啊，是这样子的吗？四肢在摇头了。他妈，你们看得到他的四肢是不是啊？凉凉。的呢，来上来2-0 ，Go Go Go！ 我们帮 Innovation 加油 ，Innovation！ 上去打都打虐太，想多了吧？汉总变战犯了，没办法，他在卖战队啊，争取他个人赛的荣耀啊。这上跟 Time 都是啊，卖战队争取个人赛的荣耀，每个都在卖啊。那妹子打个白银弹还是另外一个、啊？没事啦，习惯就好，对不对？习惯就好，对不对？还有一句叶师傅说的：“洪师傅，不要跟他拼拳。”是这样吗？洪师傅尝试切他中路，我们不要跟他拼。我这种人心态都有，有啊。是怎么算的？自由新政，主办开心给几分就给几分。这样子，江姐，你满意吗？射速5倍，这么牛逼！满意哪是不满意？奇怪，怎么感觉最近都有一些没看过 ID 开始在发言啦、啊？真不错，真不错。不知道是新来的观众还是旧来的观众。主播，你的台200人了，好猛哦！MLB 的朋友 call 来的，会不会是我忘记人家了？干，这个 ID 他妈绝对很少说话。我看，2021年1月4日开始追随。哦，抱歉，他讲过3次话。抱歉，抱歉，大哥。大哥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是我记忆力不太好，希望你原谅小弟。道歉该送订阅，不行啦，不行啦，会破产啦，你追比较久，干！我跟你讲，那天有个2013年的，昨天还前天有一个2013年的，还是个讲英文的。有一个2013年的、啊，超屌！
看你太会送了吧！感谢 Terran Fire 送了3份订阅。感谢你，谢谢你帮我道歉了。可是你没有送到对的人身上，但是这三个人你蛮会送的啊，我只能这样讲。这三个人你蛮会送的哦，Thank you, my sugar bear。太北极了，露出胸部了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会被编台啊。不行啦，不行啦！吃2个便当，靠腰，根本他妈没有吃2个便当，好吗？他妈都是那个陈科伟在那乱讲话，他那就一直跟他们说，你们千瑞斯很便宜，他只要便当给他双主菜就好了。主播，你有没有看到你 Discord 以前的照片？有啊，然后呢？不就以前的照片吗？妈，你去哪里找的啊？你有毛病是不是啊？那张照片我还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、欸。好，Liquid Claim 使出了两兵营。主播也是怀疑的，对吧？你说的没有错。毕竟我跟踏白打成了1:1，当年那个踏白是有点实力，哎，这两个死神错开了，啥情况？2:0 tank 的是谁？User Mode 啊，User Mode 你都不认识？站久就是我的，是吗？我怎么觉得？死去，是不是没了？Liquid 耶稣。这个形容我觉得可以。Usamo 也是拿过冠军的人呢、欸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主播以前是比较菜，真的，主播以前应该比较菜。3个死神上来，刚刚死了一个死神，有点亏啊。星海三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们论成绩应该是 rog 吧？星海二，妈，星海二应该是 rog 吧？现阶段来讲，星海二应该是 rog 吧？如果该拿的冠军都拿了呢？没了，没了。这就要德鲁宝石啊？不是啊，啊，他又没拿过 IM 冠军，他也没拿过 Blizzcon 冠军啊，不是啊。如果是什么冠军都拿嘞，他只剩一个不能打的叫 WCS，他拿不了冠军，他剩下的都拿嘞。哇，好屌哦，这什么东西？太优秀了！
那好久以前，我看到影片我就想起来了，但是我已经忘记当时录的那个环，录的时候的那个了。我都不记得我录过这种东西了。凉凉，但第二把还要赌啊！主播有料，我还好呢，有没有他正常一点的样子啊？我看一下，论坛炸了，为什么论坛又炸了？哦，这个人的 IG 有点厉害，这个人 IG 有点厉害。凯撒被打成傻子了吗？这我不知道啊。电池不开，要开吗？好吧，开一下。应该不会5分钟就结束了吧？嗯，凉凉了，各位，凉凉了。凯子就是放弃奈子，才会有失败的今天。是啊，凯子这三个感觉都没有什么很认真在准备站队赛吧，就时间到了上场打两把而已啊，难道不是吗？不能说出来，哦，这年头不能说实话了是吗？像我多么的认真，对不对？战队赛之前，我还先去，我打麻你之前，我还去密那个密拉拉熊，问拉拉熊说：“哎，你觉得12D all in 怎么 O 比较硬吧？”对，我去问我们的12D 始祖啊，怎么 O 是最强的，吸取一下他的经验呢、啊？还有是米亚吗你？我们阿玛尼干嘛？问阿玛尼说：“哎，12D all in 要怎么 O 吗？”哦，完蛋了！该不会两场都3分钟就结束了吧？等下我先封盘，先封盘，先封盘。我感觉没，我感觉没了，看起来应该是没了。看来这位兄弟很久没开游戏了。耶，就倒了，耶，就倒了，对，不明白的观众还以为，还本来期待这个 claim 跟 innovation 大战个三四十分钟，对不对？没想到
上来 EA 就倒了。没想到啊。看是赶时间，可能吧。哎、欸，哇，哇哇哇哇哇！到底？一直练啊，一直练，一直练，一直爽，一直练，一直爽。最怕遇到 check，哎，干我他妈！这个赛季要打赢 check，你们知道吗？可是 VOD 找不到了，鸡掰！大家去查最后一个赛季啊，我跟 Check 还有 AK 打加赛啊，对啊，就是加赛啊，加赛打 AK 跟打 Check 都找不到了，加赛是我们三个人打循环呐、啊，我屌虐他们两个，屌虐，打 AK 还是对不对？他妈沉水沟啊！屌虐，low 40人口，屌虐，但那个 VOD 已经找不到了。我的那个、啊、生涯精华、啊、不见了。待会晚上必须问啊，生涯精华、啊、找不到啊，那不可能找不到。因为我自己也找了很久，找不到。除非是当时有人把 VOD 自己存下来，不然就找不到了。哎，毕竟那是加赛嘛，没有办法。哎，这个人像这个是哪一场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啊。VS 大可，哎，干真的、哦、，VS 大可，那把应该是最有机会的，最印象深刻的。赢了，这把赢了，我送5份订阅出来了。妈，赢都不可能赢啊！他连这个珠宝都是歪的，要怎么赢？啊，我知道了啦，我想到了啦，战队赛打赢 Special 那一次啊，那个算印象深刻的吧。真的在打赢 Special 那次算印象深刻的吧？那次印象深刻最主要是，最主要是你们知道，转头我都跟世界冠军，对不对？各种击掌啊，各种击掌啊！那最印象深刻的啊。他们都靠我啊，靠我才有季后赛啊！
打赢索拉，打赢索拉有啥好开心的？上来放个大招，不小心打赢一把，不是很正常吗？没啥感觉。